满配后提升最大的栓狙，你知道吗？栓狙其实都是蛮吃配件的。今天来聊聊满配后提升最大的三把栓狙，配件越多越厉害，满配太强了。一 M24 需要五个配件才能满配，包括主瞄准镜、侧瞄准镜、枪口、弹匣和枪托。侧瞄准镜没用，不需要装，但即使这样也要四个配件才满配。瞄准镜是狙击枪的灵魂，没有就废了。枪口装了消音之后，隐蔽性大大提升。弹匣能装快扩，提升弹容量和加快换弹。枪托能选托塞板，虽然作用不大，但装了之后打完一发，枪口不至于跳得太严重。总之 M24 满配后提升非常大。 2 AWM 其实和 M24 是一样的情况，都是能装五个配件就满配。 AWM 裸枪状态下除了伤害高，其他都是很弱的，但满配之后就不同了，装上高配镜后能打得更远，有了消音就更隐蔽了。快过弹匣能加快换弹，提升弹容量，实力提升巨大。3 M200 和 AWM 是非常像的，配件方面也基本差不多。 M200 少一个枪托，但影响几乎忽略不计，其他的瞄准镜、枪口、弹匣一个没少，有了这三个配件其实就足够了。配件对 M200 来说也是非常重要。